创新给我们带来什么？中铁空轨编组灵活，单向运量可达0.5至1.5万人每小时，最高时速达80公里，造价仅为地铁的1/5。创新采用充气轮胎转向架，保障车辆低噪运行，乘坐舒适，配合嵌入式及防脱落装置，确保乘客安全出行。在车线耦合仿真的技术支撑下，车辆行驶平稳，乘坐平顺舒适。以安全运行为导向，采用电机液压双制动模式，带来全新的乘车体验。未来有什么无法想象？空轨是一个高效的世界，工作、生活、休闲无缝衔接。出行便捷，业态多元，功能复合。一站式满足慢生活与快节奏的自由切换，尽享美好出行。空轨是一个立体的世界，它打破壁垒，将文化之风引入街头巷尾。移动观光步道将空中观景与景观台完美结合，构建世界级空轨旅游目的地，成为激发文旅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。空轨是一个绿色的世界，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打造出一条环境友好的绿色生态线。无惧冰天雪地，270度极致观景，公园、田园、家园全民共享，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和谐共融。结合现代休闲度假与运动养生理念，以多样化旅游产品有效驱动，巩固脱贫成果，绘就乡村振兴。让空轨选择文旅成为可能，让文旅选择空轨成为必然。中铁科工将持续发力，凭借中国中铁雄厚实力和全产业链优势，勇做开路先锋。我们相信，在自然与科技的碰撞中，都为向更美好出发。智慧空轨，智美出行。